人动的非常危险的事情，一定要以防火的方式干涉。如果你摸了，是标志做出的话，你们其实没有说老外做，你说老外做，你会不会有？会是我们将来会贴标签的话，对啊，上面会贴标签，标记。就黄色和就黄色和黑色的。防护面罩、口罩及安全座。 他不需要拍照，他不需要去拍照。你这个有外框吗？他先签你的，最后再一条线上。你现在是用了多大的那个功率？现在是40。我看这个。30、40吧。50，50%。30、50。哦，30、50。 哎，这两个数据是什么意思？最大功率是速度。哦，速度。50%的速度。啊。什么意思？50毫米每秒啊。就是出一半的功率。咱之前先用40%，这个先用50%。拿下来让我。嗯，外框。切了。已经掉下来了。嗯。它本来就是一个掉下来的图。 哎，来看，那一面能看吗？能看。那一面。它有这个做亚克力墙贴的。那一面是白色的吗？反的了。可以撕掉。嗯、我看看它的翘火怎么样？没什么翘火。不翘火。功率高。